切个电吧，克莱蒙真是叫大叫，这是铁图。Please sketch， 先弄个长方形吧。先点上面那个吧，然后挑 center rectangle， 拉出来，按一 extrude， 还是找一些参考资料。Fillet 也是，圆角也是按参考资料来做。就是你贴图嘛，你找那个图大概是什么，就按着做。Fillet 按 F 就可以，我直接按 F， 因为太简单，不要再选来选去，是不是 ？Render， 那 Render 直接渲染了，这次直接叫大家是贴图 ，Decode， 在电脑里跳，然后选好之后，把它拉好。你要一点时间，慢慢把它对好位置。Appearance， 材质，还是材质 ，the rubber， 橡胶吧。Roughness， 那把它粗一点，那个反光位小一点就可以啊。然后最重要还是这个，把它改一下那个位置，有时候你看到差一点点白边，那不好看。把它移过来一点点，然后最重要是 change face， 不要按，不要点，你这样子看到这材质本体的那个材质了，是不是？ In canvas render， 就是直接看一下效果。那好啊，看好就可以啦。这个机器坏掉啊，再看，这个直接 render 的。Final render 你再按 render 就可以啦。弄好的这个样子跟拍照是差不多啊。我是可爱梦，一定要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， 是不是？多花一点，有问题再问我，好不好？再见。